古曼的，我们这是中国的习俗。对，古曼姑姐的，如果有一个人射了，我们可以吃饭，可以吃饭。但是吃饭。对，但是你们没不用可以吃饭，对吧？还没有这个活，没有。我们也吃饭。啊，你们也是也吃饭啊。参加完这个仪式，然后对，请亲戚朋友我认识这个有学校的老板，他也是我的朋友，是不是他的爸爸？不是他爸爸。因为他现在开了他的学校，但是我不让我进，为啥呀？因为这个时间他们不用开他们的学校，他们回家了啊。没有，他多大了？75岁吧。75，他也还没有病呢，有病呢。在哪儿病呢？啊，心呢？啊，心疼啊啊啊！阿弥陀佛。